这个网洞是很大的哈，也是不规则的，咱们怎么办呢？咱们首先第一点，先把这个网上面这些多余的这些绳头先把它剪掉啊。对，多余的绳头剪掉，我这里就不剪得太精确了因为我这给你们出视频的，就先随便剪一下啊。首先第一点，我为了给你们看得清楚，我拿个白线给你们指一下啊。对，这个网烂的呢，有三角形的，有四方形的，都不一样的。首先第一点呢，咱们先从上到下找，从上到下指，这个很关键啊，或者从左，不是，这个从左到右，对，这是咱们织网的顺序。你看这种网的话呢，烂的咱们就先从这个上面织哈。很多人织网就是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对，我先给你们简单的织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啊。对，这先打个结，这个白线这么清楚你们看到吧那个线比较粗我就不剪了。我只是给你们讲看一下，让你们更好学，看没有？这个网穿到这个里面来，这个网孔大小差不多了。如果你想搞得更精确，你就搞个织本看没有？这个捏住之后，从这转个圈穿过来，穿过来拉住就可以了。你看这网孔差不多了，是吧？再从下面，因为单丝线的比较滑，从下面再穿一下，这就是打个死结所有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看，对，所有的其实都是一样的拉出来这两个距离差不多的时候，还是一样捏住，往这个手绳在上面绕个一圈，从下面穿过来，对，再从下面再来打个死结，这个打结是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打结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你看没有？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这里再织一下都是一样的也是捏住它，转个圈，从下面这样，看没有？穿过来，打个结，再来一下，这是个死结。这个时候你想剪掉剪掉，不想剪掉就不用剪我这里就不剪了，为了咱们大家这个咱们自己搞网的话，其实这个只要把这个孔补上就可以了这个不，我觉得这样不剪还更方便点如果你想追求的更加完美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剪掉剪掉之后就可以了，看好没有？这里就开始了从这边又开始搞了，也是一样的所有的打结我这只是简单的弄一下看，你看呢也不是很好，但是我给你们讲这个道理，就是这个织网的这个线它粗一点，你们看得更清楚一点看到没有？这样这个线粗一点，你们看得更清楚一点。这边也可以从左往右织从右往左织，来来回回，看到没有？这个孔的大小差不多，因为这个没有人教精确的网孔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这个对，织好了之后也是一样，从上面拉个死结我这个织的也不是很好，但是我只有给你们讲的，也可能是有点慌张看到没有？也是一样的织好之后打个死结，这就差不多了就织到这里，看好没有？对，网孔差不多捏住它网孔差不多是捏住，打个结，打结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上面打一下，下面打一下，这个就更结实一点。你看这里怎么搞？这里从这里穿过来。继续咱们还不剪掉了，继续从这边上，不剪掉，继续从这边上，看到没有？打个线下来，你看这里这个时候怎么连？这个时候连这个，这个时候要连这里来了看到没有？对，这个时候连这个地方来了，它就是一个网眼了，看到没有？对，这就是一个眼大小差不多的时候你比好，从这里也是一样，先打个上面，先把上面打个结，上面打个结，下面再来一下，不来一下它滑的这就是变成一个死结了，你看没有？这不是成一个网眼了吗？这样你看懂了没有？来，这下面就这样。对，学撒网的话，你多少要会补一下咱补到不说多好吧，最起码你这个不跑鱼吧，是不是？看好没有？这就可以了这里也是从这里连过去看好没有？这里从这里连过来，一样的我只是先弄一下，我不那么标准，就是你们看一下因为这个线等一下我还要剪掉的，它不一样的看好没有？要找到怎么连这个网孔，对，这不连起来了吗？上面有人说不会打结，看没有？就这样转个圈，从这穿过来，这能不会吗？是不是？再从下面再打一下，这个简单的很一次还是一样的这又要从这边开始织，织过来，对，捏住，转圈，这个你看着难，其实个简单的要死就是说你们没有掌握一个技巧看到没有？对。网孔大小差不多，迈过来，上面一下，上面一下，下面一下，你看这个孔就在这里了，对不对？这个孔就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哎 ，OK， 啊，打一下，啊，打两下就更结实。单丝线的话，它容易滑扣啊，你不打两下它会滑扣。这个视频比较长，但是我确实是用心在教你们了，你们真的。这个视频是比较长，但是我真的是用心教你们了。你们真学不会的话，那我真的就是没话说了啊。还没有捏住，转个圈儿。对，在上就是上面一下，下面一下啊，上面一下，下面一下就 OK 了。这个线这么粗，你们应该看得清了吧？捏住上面一下，打死之后再从下面再来一下，就变成一个死结，就死疙瘩了。你看这个时候呢，就穿到这里来了嘛，这一看就看出来了，是不是？你看从这穿过来，这不就又形成一个网，又形成一个眼了吗？你看，对不对？这不形成一个网眼啊，从这上面穿一下。打结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下面一下，对，这样它就不容易滑扣啊。这个你看这里，因为这个地方你看这里直接穿过去不行的，因为下面来一下，啊，下面来一下就是把这个孔走到下面来，你看，哎，这里来一下，从这上面还是一样的啊，穿住之后捏住，从这转个圈下面弄一下。对，上面弄一下，下面弄一下就可以了。你看这里再接到这里，这几个孔就补好了啊。这个这么粗的线，你们应该看懂了吧，兄弟们？啊，就是啊，对，你看啊，这一样的啊，上面一下，下面一下就 OK 了，就这个死结了，这个网就不会，这就成功了啊。我给你们剪掉，对，这个是先剪掉，来看一下，这个网就成功了啊。只是说这个看到没有，老铁？会了没有？我这是真用心教了，你再不会那就没法了嘛。学会了，兄弟们点个双击啊，看好没有？啊，就这样了，兄弟们 ，OK。